的成员朴春经常以五官以及身材变化而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。他常年患有注意力缺失症，这影响他的身材。尽管他曾在2021年成功减重11公斤，但去年体重再度反弹，令不少粉丝吓了一跳。近日，朴春在社群平台分享了近照，期间他剪了公主切发型，相当修饰脸型，而身上的绿白格纹毛衣搭配脸上的妆容，看起来既时尚又漂亮。不过，网友发现他的锁骨处贴了肉色的贴布，引来不少人猜测他是否动了甲状腺手术。而他去年也曾分享过贴着该款贴布的自拍照。对此，朴春澄清表示，那是按摩淋巴用的钢珠贴片，并删除了那张照片，改分享另一张身穿 T 恤遮盖锁骨的照片，强调目前没有健康问题，但仍有粉丝担心他的状况，纷纷留言表达关心和安慰。